术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一门生存技能，是通过肢体以及武器的训练，达成强身健体、维护和平的目的。中国武术历史悠久，4000多年来经久不衰，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有诸多的门派和种类，每一种功夫都有着自己独特而传奇的渊源。崂山位于中国的山东省，在这山海之间就诞生过一门武学绝技。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关于其中的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了。传说在崂山的华严寺里，曾经隐居着一位武师，名叫王朗。这位武师本来就武艺高强，居住在这清静之地，每天也是钻研用功。本来这天，王朗和平时一样看书练武，可树上有只蝉在不停地鸣叫。正当王朗准备把蝉轰走，却发现蝉已经成为一只螳螂捕猎的目标。王朗把这一幕仔细地描绘了下来，他观察到螳螂用前臂进攻，速度、力量、姿态配合得非常完美。从这天开始，王朗对螳螂着了迷。中国武术曾经也出现过模仿动物的拳法，而揣摩螳螂的动作是王朗独创的。他把螳螂特有的动作姿态转化成为武术的身形步伐，不断的演练。由此，王朗创造了螳螂拳，也成为了这一门派的祖师。现在依然有很多武师传承着螳螂拳这门功夫，并且不断地丰富和演变，形成了鸳鸯螳螂拳、梅花螳螂拳、太极螳螂拳等不同分支。陈乐平正是七星螳螂拳一脉的掌门人。陈乐平从5、6岁开始就跟着他的师父李占元学习螳螂拳。现在已经60岁的陈乐平不仅每天练拳，而且正在把螳螂拳的拳谱、理论和文化系统地整理出来，这可是个大工程。而且光靠文字无法表达招式中的动作，完全没有美术功底的陈乐平就用这样的笔法一点点地勾勒出拳法的形态。传承就是课余文化的传承，理论重要，7分理论3分拳。螳螂拳作为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吸引着世界的关注。安吉鲁来自意大利，他从小就对中国功夫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专程来到螳螂拳的发源地拜师学艺。当他向陈乐平展示了自己会的功夫之后，没想到竟然被拒绝了。他不要我，他说安吉鲁，你会的，你会踢腿，会打拳，不需要跟我学习新的动作，你需要武术文化、武术理论、武术战略，这个很重要。安吉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刻苦地学习中文。这份执着和热情打动了陈乐平。10年间，安吉鲁勤学苦练，学有所成。在意大利，现在我有11个武馆，11个城市，每个城市有我的徒弟当教练。
每年，陈乐平都会把自己的徒弟召集在螳螂拳的发源地，他要让每个徒弟都体会到这份传统和文化。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没有年龄、性别、肤色的界限，他们炙热的内心包含着对这门武学的自豪。